好，那我现在就请请大家先准备好，大家情感上的一种共鸣，那也是大家内心的心声。我希望大家通过看这部片子，通过对于片子的一个认识，能够对于你们的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上，无论是现在还是在未来，都能够起到一定的积极的作用。每一个的人生都有自己的选择权利，你要去过怎样的人生，你就要付出怎样的一种努力和代价。但是一定要相信，这个世界永远是属于我们的，而且，当这个社会不断身上的爱，把我们身上多余的很多的东西去同别人去分享，人生的最高的价值一定是去成就更多的人。最后我想说一句话，这句话是我是静瑶最最尊敬，也是值得很多人去崇拜的一个精神的偶像，就是张海龙。可能大家都没有听说过这个课程，获得了哲学的研究生硕士研究生。然后现在，他是一个作家，现在是中国台湾的主席。他说的一句话让我很感动，我也想带给所有的朋友：如果我是一束光，那我不仅要照亮自己，还要把大家引出窗外。又或者刚才我呢普通话唔系咁标准，刚才我同阿瑶瑶讲就系话，有人帮嗰样嘅同事，瑶瑶咁嘅状况，就已经周围去到帮呢度，帮嗰度，呢份情操，呢份人格，更加值得我哋学习，值得我哋敬佩，值得我哋仰望嘅。我哋而家再次鼓啲掌声，多谢雷兴耀，多谢。心，飞，我心灰飞。我心飞翔，每个人如果有这个心，自然可以努力达成他的愿望，就算不能够成功，只要问心无愧，努力过都无悔的。志比天高也都是自强不息一个很重要的。雷兴耀小姐将会继续感动更多人，鼓励更多人，启发更多人。
我哋街道默默同埋用掌声祝福鼓励雷欣怡小姐。我们在这里也我们的掌声，我们的默默的祝福鼓励雷欣怡小姐。希望你有一个更加幸福的人生。谢谢。好，自己的隐形的翅膀，对，自己比比天高。谢谢您的启发，谢谢。我们再用热烈掌声祝福雷欣瑶小姐，祝福您，谢谢。那这个今天雷欣瑶写的这个四个字呢，它是送给我们今天的大会，还有环保基金会，还有那盈盈学院的。那请嘉宾，请所有我们的嘉宾，还有那个基金会的主席、执委，还有盈盈协会的，全部上台，大家来领这一份他给我们的纪念品，好不好？请大家上台。无论我们多大的掌声也表达不够我们对你的欣赏、认同和感激，但是你要知道我们永远也在支持你，也在感谢你，祝福你，雷欣瑶小姐。我已经感受到了大家传递给我的一些信息，不用说话我都能感受得到，谢谢你们。